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先生政纲简介会。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么多的地区人士和基层的代表。在今天的简介会的流程方面，首先李家超先生将会简介他的政纲，之后我们会有大约15至20分钟的台下提问环节。好，现在主持人在介绍简介会的现场安排。现在我们一起以掌声欢迎李家超先生为我们简介他的政纲。现在主持人邀请现场嘉宾掌声欢迎李家超候选人来为我们做简介，政纲的简介。各位市民，各位市民，各位出席今日会议的朋友，各位出席今天会议的朋友，多谢大家，多谢大家。今日是收睇，今天出席我今次的政纲简介会。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政纲简介会。我今次是邀请了很多，今天我邀请到了好多地区代表，因为我是关心地区和基层。我关心地区和基层，今日出席会议的人士，所以非常多谢今天出席会议的人士。在过去三个星期，在过去的三个星期，我收集到很多宝贵的意见，我收集到很多宝贵的意见。我探访了基层家庭，探访了很多基层的家庭，拜访了不同的组织，拜访了不同的组织。他们给机会我去解释我的施政理念。他们给我机会让我来解释我的施政理念，好多的意见我，同时也给了我很多的意见。我感谢很多选委和不同界别的人士，他们很关心我的选举。很多的选委和不同界别的人士，所以我多谢每一位给意见我的人士，非常多谢这些给我意见的人士。我也要多谢我竞选办公室的同事，也要多谢我竞选办公室的同志，不辞劳苦，他们马不停蹄，不辞劳苦的同我一起见大家，收集意见，来收集共同同我写成今日的政纲，帮助我一起写成今天的政纲。我必须要强调，政纲始终是篇幅有限的，政纲篇幅还是有限的。所以纵然一会儿我介绍的政纲可能某些范围，今天我介绍的政纲可能某些范围可能不能涵盖全部的问题，我会利用其他的机会，但我会利用其他的机会同大家解释其他方面我的想法和工作。如果我成功当选，当然我如果成功当选，施政报告里边我会是详细一一交代。我会在施政报告当中尝试一一的交代。我的政纲已经印好了，我的政纲已经印好了，大家可以拿政纲来到慢慢看，希望大家也可以拿这份政纲来慢慢的仔细看，花少少时间，希望大家花小小的时间来看看我的施政理念。我希望利用今日的时间呢，我希望利用今天的时间同大家好扼要地讲我的政纲重点，来同大家讲一讲我政纲的重点。有四个纲领，我的政纲有四个纲领。第一是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要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第二是在土地和房屋供应方面，是在土地和房屋供应方面提效和提量，要提效提量。第三要提升香港的竞争力，要提升。第三要提升强香港的竞争力。第四，要建立关爱社会，要建立关爱社会。我第一个纲领，我的第一个纲领是强调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是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我要提升管治能力，我要提升管治能力，增强政府的执行能力，增强政府的执行能力，团结各界，共同去解决社会的问题，团结各界共同去解决社会问题，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石，同时等我们在向前发展的时候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我首先介绍我第一个纲领。首先我来介绍第一个纲领。在提升管治能力方面，在提升管治能力方面，我第一是强调行政和立法的关系。我第一强调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多些沟通，多些协作，多些沟通，多些协作。在立法会我们解释清楚我们的施政理念和我们的措施，得到立法会的支持，解释清楚我的施政理念和措施，得到立法会的支持。我会经过政府的架构重组，我会经过政府的架构重组，完善一些政治委任官员的设置，令到我们的政府工作令我的令我们的政府工作更加的有效。在政府架构重组方面，在政府架构重组方面，我对现届政府的架构重组方案是倾向性的态度。架构重组方案呢是倾向性的态度。我都还是要跟特区政府再商量一下，但我还需要和特区政府进行商量。行政长官办公室里面，包括在等等行政长官办公室。但是无论怎样，我都会跟现届政府是充分沟通。当然我都会和现届的政府充分的沟通。现届政府已经表示会予以配合的，也非常感谢现届政府。无论我们沟通之后对我的配合的方案会是怎，必会再将公布细节。沟通之后的程序去反馈意见我会及时公布，当然必然会在立法会充分讨论。我会强化政策的研究和我会强化政策的研究，因为任何政府的措施都必须有一个很充分的政策研究基础。任何政府的措施都必须要有充分的研究基础，不同的部门去执行，统筹能力必须，并通过不同的部门去执行，强化统筹的能力。我会增强政府的执行能力，我会增强政府的执行能力，加强团队精神，加强团队精神，以结果为目标，共同解决问题，共同去解决问题。我会要求做领导的官员，我会要求去做领导的官员，在问题初期酝酿的时候主动介入，作出适当的指导和指挥。要做出适当的指导和指挥。我会就指定的工作制定目标，令到各个部门和同事知道在某一个领域那个进度和结果是怎样。我会加添一个新的应急动员机制，加强新的动员机制。在动员机制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动员机制之上，我是希望，我希望如果有一个情况，我们要对付一个新的危机，新的动员机制，新的动员机制会确保到我们有一个肯定的动员公务员人数的数目，以及我们有肯定的动员公务员的数目。简单来讲，简单来讲，三个动员机制，三个动员机制。如果在风险评估方面，如果是风险评估方面，是某一个级别，我将会要求不同的部门，我将会要求不同的部门的公务员集中提供指定数目的公务员来集中指挥。令到我们真系出现危机的时候，令我们真的出现危机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应对。数目方面，同埋时间方面，在数目方面最肯定。和时间方面都要做到最肯定。我会团结各界，我会团结各界，一同解决问题。社区，特别是社区，在地区基层，会加强在地区基层的团结能力。我会在十八区，我会在十八区地区服务，成立地区服务和关爱队伍，是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建立一个系统性的。确保我们要动员的时候，确保我们在要动员的时候，动员的数目会很肯定，动员人员，动员的人员的能力的能力和背景，我们有充分的认知，确保我们在动员的时候它可以发挥到最大的力度。我会广泛吸纳，我会广泛吸引人才，在政府的不同岗位或组织，包括咨询架构等等。同时，同时我会奠定一个安稳的基石，我会
奠定安稳的基石，让大家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向前迈进。包括我会在不同的领域做全面的风险评估，确保有效的预案，提升安全系数。当然，我们也会在履行在基本法之下的23条立法的限制责任，适时推动有关工作。去强化政府治理的能力，去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大家可以看到，我会通过提升管制能力，增强政府的执行能力，团结各界，特别是社区，共同解决问题。同时，我们要建立良好的保护网，无后顾之忧，全力向前。我第二个纲领，我第二个纲领，土地房屋的提供方面，就是在土地房屋的提供方面，提速，要全面提速、提效和提量。第一，要精简程序，要精简程序。第二，要加强统筹，要加强统筹。第三，是用多元、多元多方法去寻求发展，寻求发展。第四。第四，要以基建先行，要以基建先行。在精简程序方面，在精简程序方面，我们现在会提升新的公屋提前上楼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创新的思维，这个计划是一个创新的思维。我们会针对某一些项目，如果这个公屋项目，如果这个公屋项目在建筑期间，例如它已经有一栋或者两栋，它已经有一栋或者两栋的公屋已经起好，但其他的配套没有到位，所以还不能入伙。但我都会批准可以入伙，给轮候公屋的居民可以选择。如果他希望及时解决居住环境为优先，不介意在配套之前没有充分的提供，交通没有那么方便啊，或者买东西没有那么方便。他是想选择去提早上楼，他如果觉得他想选择可以上楼，这个选择，那我们就提供给他提前上楼这个选择，希望缩短轮候的时间。一年左右。另外，另外，我会全面运用好市场的力量，加快基建。我会精简程序，我会精简程序，无论是行政的程序，无论是行政的程序，或者是法律的程序，都会精简，都会精简，确保与时并进，确保与时俱进。我知道现届政府已经在城市规划方面，已经是想紧一啲修例嘅方案，已经做了一些方案。但我希望，但我希望全方位喺不同全方位。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程序都研究一下，怎么可以精简，与时并进，最好不要重叠，与时俱进，在需要的时间会提出改善环境和情况。我会运用创新的科技，我会运用创新，例如加快建设 MIC， 即系一啲已经系用集装箱形式嘅，用集装箱形式的做好嘅，然后。去加快咁样砌上去，当然啊，常用嘅譬如喺当然常用的在建筑界已经有 BMI， 电子化咗我哋嘅申请、电子化申请、图纸文件审批等等。喺加强统筹方面，在加强统筹方面，成立两个组，我会成立两个组，会要求由司长级嘅官员去领导。由司长级的官员领导。第一个组是公营房屋的公营房屋行动工作组。第二个是第二个是土地房屋公营统筹组。第一个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工作为目标，是以工作为目标，包括去审视同埋研究审视和研究刚才我提出的创新思维的创新思维的公屋提早上楼计划，公屋提早上楼计划，看一下哪一个项目可以执行。我亦都要求呢个，我们也要求这个工作组，佢喺新一届政府上，他们在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就提交一个初步嘅报告，提供一个初步的报告，看一下喺边一个方面，在哪一个方面作出一啲去做出进行嘅，我们可以进行的工作方案。达到提速、达到提速、提效和提量公营房屋的目的。
第二个土地房屋供应的统筹组，第二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佢系要审视，他要审视整个造地，由生地变熟地，由熟地变到建造有房屋的整个过程，涉及嘅部门。流程整个过程涉及的部门整合和统筹怎么样统筹，确保我们每个环节确保每个环节都是以提速提量和提量为原则。政府部门除了是监管者，政府的部门除了是监管者还需要是促成者，所以我对于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很高的期望，有很高的期望。我是会多元和多方面发展，发展北部都会区以及明日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都是我们两个很大的计划。它不但只提供大量的土地，这不但是提供大量的土地，也是一个很大的载体，也都是一个很大的载体，让我们在两个载体里面规划好，去规划好建成我们香港希望建的，我们香港希望建成的优质城市，既是宜居也能发展。两个大的计划，这两个大的计划，我们会做出全面的审视和部署。我们都会留意，我们也都会留意其他领域可以做些什么，包括绿化地带、棕地等等。我们会强调，我们会强调土地持有者同土地持有者共同开发土地的重要性。当然如果有适当的情况，我们也会运用收回土地条例，但是我强调的是共同解决问题。我也都提到很多持份者也都很积极提供解决的方案，我会主张基建先行，因为基建带动不同的活动，产生最大的效益。在基建项目，确保达到最高的协同效益，特别是同深圳以及大湾区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谋划好同深圳的基建建设。我也都会审慎各个铁路的建设建议，尽量推动他们的发展。所以在土地房屋的供应方面要做到提速提效和提量，将会通过精简程序、加强统筹、多元多方面发展，以基建先行为原则去做整体的谋划。我的第三个纲领是要提升香港的竞争力，持续发展。这个包括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提升它的优势，发展香港成为创科中心，带动经济转型。我会以北部都会区为新的发展引擎，成立部门去专责去做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去做全盘的考虑，令大家知道在短期、中期和长期我们怎样让北部都会区成为我们的发展引擎，成为宜居的、有保育、有高质素的生活区，也都会利用北部都会区同大湾区特别是深圳产生协同效应。我会塑造香港成为文化之都，推动我们的多元创意经济发展。我也都会利用好我们的法治优势，去强化不同的法律服务，特别是不同区域法律争端的解决中心。我们都会做好一向香港多元发展的优势，令香港在多方面自由发展。在我的政纲里面，这六大举措我详细交代了不同的政策目标，例如在金融中心方面我就有九个政策目标，大家可以细心查阅。但是我想同大家解释一下，在提升竞争力里面
我有三个考虑。我第一个考虑，我第一个考虑，我们已经有的固有优势，我们已经有了固有优势，我们怎么巩固，强化和提升，强化和提升。所以例如金融中心，我们是离岸人民币中心，怎样做大做强，怎样做多点人民币的产品，怎样帮助国家人民币国际化等等，都是我们的利用我们固有的优势去强化和提升。当然更加重要的，我们要利用好新的机遇，我们会利用新机遇激活我们的发展，将经济提升到新的台阶，有效转型，创造我们的产业链。举例来说，香港会建设一个国际创科中心，没有创科就没有未来，全世界都以创科为目标，不进则退。所以香港在这方面不会等，也都不能等，所以一定要在创科方面全力发展，也都经过创科，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创造一些新的经济，我们的工业可以再工业化，我们不同的领域可以提升我们的价值。例如我刚才讲的，将香港塑造为一个文化之都，这个文化之都既是国际的文化之都，也都是大湾区的文化之都。香港已经定位要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我们香港很多优势，我们两文三语，同世界充分接轨，将香港很多艺术其他活动带来香港。作为一个文化之都，我们的目标是要将香港变成大湾区里面，如果有任何展览，首选香港成为展览的地方，如果国内或者大湾区有任何文化艺术表演，香港是一个首选的地方。这是我们利用好新的机遇，创造我们另一个新的高峰。但第三点更重要，我们的优势是香港的独特性，没有一个地方有这个独特性。香港面向国际，同国际连接，包容，紧密的沟通。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这个我们一定会继续加强在这方面的优势。但更重要的，我们有内地作为我们的腹地，我们有内地的机遇。因为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也都是将来世界经济活动的一个最大的引擎。所以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发挥好。在国家里面，没有一个城市同时有这个优势，而在外国也都没有一个地方同时有这个优势，既是连接世界，也都是进入内地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桥梁。我们一定会用好这个优势。所以在增强我们的竞争力，我强调各方参与，多方参与，而我很信心在这个优势之下，在这个优势之下，我们会有市场，有资金，有市场，有资金，有人才。我第四个纲领，是要建立关爱的社会，要建立关爱社会，重视青年发展，重视青年发展。第一，我会优化医疗护理，我会优化医疗护理，我会重视安老助弱，安老的责任。我会提高教育的元素，我会提高教育的元素。我会重视青年发展，我会重视青年发展。在医疗护理方面，在医疗护理方面，目前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目前我觉得最重要的医管局的应急机制，是要强化医管局的机制，确保我们政府应对危机的时候，这种机制方面是应该是一个
零的交接，即是即時可以做到應急的需要。在動員人手方面，在動員人手方面，肯定性和可靠性，要有肯定性和可靠性。我亦都支持，我们也都支持擴展和增加人手，增加人手，盡量利用新的應用科技，盡量應用新的科技提供服務。醫療，我亦都認為，我們也認為中醫的發展對於整體香港的醫療系統，對整體香港的醫療系統是有很好作用的。我哋喺應對疫情嘅時候，我們在應對疫情的時候，喺將輕症見到中醫防範佢變重症，重症防範佢變成死亡，喺呢方面咧係發揮好大嘅作用。在見證中醫在一齊去治理，亦都有治理方面有很好的考慮嘅作用。而事實上，我哋嘅註冊中醫同埋表列中醫大概係有10,000人。如果比起我哋嘅西醫，大約有10,000人，加起嚟嘅人力係相當重要嘅。同西醫的人員加起來，當然所有的人力是相當重要的。確保我哋整體市民有一個健康嘅，當然確保我們的整體市民有一個健康的發展。基層嘅醫療系統嘅建設係重要嘅。基層的醫療機制是很重要的。治療方面，因為除了治療方面，最重要的是我們是防範，管好我哋嘅以及管好我們的身體健康。我哋係有一啲不必要嘅嘅病痛，避免我們有一些不必要的病痛。基層醫療嘅好處就係基層醫療的好處是層面咧，在基層的層面可以得到好多有用嘅信息，市民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令自己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大家在一起管理好自己的身体，特别是防范一些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加上我们的家庭医生制度，会令很多的人在自己的身体管理方面，在健康管理方面都很有帮助。我重视安老和助弱，我提出一個解決跨代貧窮的試驗計劃。這個試驗計劃，這個私人計，我的理念是在我的理念是去探訪基層家庭的時候，在我探訪基層家庭的時候，當單親媽媽和她的單親媽媽第一個中學生的大仔，一個上中學的孩子的時候，同我交流的時候，我感到這個初中學生，這個初中的學生，他的學習環境，他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同埋学习机会咧，和机会都系唔理想嘅，都是不理想的。所以提出一个试验计划。呢个试验计划可以讲系一个千人计划。我系希望去，我希望帮助1,000个，帮助1,000个住喺㓥房嘅住在㓥房的初中学生、初中学生，利用政府、企业。同埋非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設計一啲一同方案同埋計劃，去幫去制定一些方案和計劃，去幫助這1,000个初中學生，包括去設計一啲活動嘅計劃，去制定一些活動計劃，一啲可能性，以及去裝備佢自己，增強佢自信心，讓他們增強自己的自信心，規劃嘅一啲理解，亦都俾一個好嘅學習環境。给他们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更重要的给他们资助，我要强调，更重要的我要强调，企业参与，企业的参与，成功的青年企业家，希望这些成管理的人才呢，成功的可以做青年的导师，可以成为这些企业的导师。我相信系会系2年或3年，我的计划相信在2到3年的时间内实施，我也会做出检讨，制定目标，计划的成果作出去改善去检讨。看我的计划的成果，并做出改善。合并长者生活津贴，令到只需要符合我会落实长者津贴基础嘅生活津贴嘅审查，已经可以攞到令基础高嘅生活津贴的审查嘅份额。我会系优化长者社区，我会优化长者嘅社区服务券服务计划，更好咁提供安老服务。更好地提供安老服务。我会检讨外判制度，
我会检讨外判制度，确保承办承办商的员工在付出努力之后得到应有的回报，要改善劳工待遇，提供一啲高質量嘅提供高質量的就業機會。剛才我所講嘅，通過我剛剛所講的不同提升競爭力的方案，創造一些更加有質量的崗位。亦都喺剛才提及嘅，就在剛才提出的土地房屋供應方面嘅工作之後，提供更好嘅居住。土地供應方面提供更好的喺教育方面居住環境，在教育方面，我重視將教育提升。的內涵提升，特別係教師嘅專業操守同埋培訓，特別是教師的專業的培訓，因為教師是我們的學生嘅學習榜樣，是我們學生的學習榜樣。喺邊一方面要做得更專業，同埋要提供咩培訓俾佢哋？呢個我係會非常重視。在哪些方面要提升對他們的培訓？我會非常重視，亦都會推動。我會推動啊 STEAM 教育。STEAM 教育的普及化，包括即系科学、技术、包括工程、科学技术、数学方面的培训等方面的培训。呢个亦都配合刚才我所讲提高竞争力，配合刚刚我所讲的学生提高竞争力，完成咗佢哋课程，令学生除咗喺学术完成他们的课程，亦都有一啲应用嘅提高他们的自信，可以即时去符合市场方面。也能够马上符合市场和企业对于他们工作岗位的需求，企业咧可以有人才，唔需要有配对方面嘅问题，不会有配对方面的。我更加会推动终身学习嘅文化，因为科技对于香港世界嘅冲击，都会令到香港不同嘅岗位有不同嘅需要，都会令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需要，确保佢。生活質素同埋競爭力都可以保持提升嘅一個重要文化。確保他們的生活質素和工作都會有提升。向青年發展方面多做工作，首先會制定。首先。青年政策。我會制定青年政策及發展藍圖。會提供更多嘅職業培訓。更多的培訓、職業培訓和教育機會。會培育愛國愛港嘅新一代。愛國愛港的新一代。我會增加佢哋喺國際。或者內地嘅，會增加他們在國際和內地的發展機會。通過優化醫療護理，重視安老，重視安老責任，提升我哋嘅教育元素，提高我們的教育元素，重視青年發展，重視青年發展。我希望係建立一個，希望建立一個關愛的社會。青年係可以實現夢想，青年可以實現夢想。我喺參選嘅時候。我在参选的时候提出了三个施政理念，提出了三个施政理念，也就是第一，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以结果为目标；第二，结果为目标；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第三，是奠定香港发展的稳固基石，奠定香港发展的稳固基石。这三个施政理念，我刚才所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我刚刚。所介绍给大家的政纲里面的内容，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包括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在土地房屋方面的供应，在土地房屋供应方面的提升，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持续发展，以及建立一个关爱社会，建立以及建立一个关爱社会和青年发展。各位市民，我參選行政長官。我參選行政長官。其中一個最大嘅推動力。其中最大的推動力。就係我對香港嘅信心。就是我對香港的信心。我深信。我相信。香港。香港。經過過去三年嘅困難同磨練。經過過去三年的困難。會變得更有活力。我哋香港。我們香港。會發奮自強，重新出發。香港會係一個。香港會是一個。安定、稳定的社会，定的社会会多元包容，多元包容，充满希望。我会带给大家，我会带给大家一个会做事、做成事的政府，会做事做实事的政府。我会以诚恳的态度，我会以诚恳的态度多聆听，多聆听，多沟通。我会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
我会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同为香港开新篇，同为香港开新篇。谢谢大家。多谢李先生。接住落嚟系提问环节，而家我哋要有请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先生为我哋主持呢一个环节，亦都要有请我哋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先生来主持接下来的环节。提问，将时间交俾谭生同埋李先生，有请。接下来将是与现场的媒体答问的环节，有请谭耀宗先生。各位朋友，各位朋友，超哥，咁咧就首先就好多谢大家啦。首先多谢大家，收集到好多好宝贵嘅问题啊。我们收集到很多很宝贵的问题，谢谢大家支持。就刚才啊，超哥咧就同我哋讲咗三大理念。刚刚呢，李家超先生给我们讲了三大理念、四大纲领。咁啊，讲完之后咧，都有啲朋友就讲完之后，有啲问题，有些朋友有些问题，好嘛？啊，现在给您提出。有位朋友問咧，佢話是否為咗社區管理建立一套官民合作嘅長久機制？社區管理建立一套方面咧，加入長久機制，更多熟悉區情嘅地區人士參與，更有效地將民間社團嘅力量，更有效地將民間社區社團的力量。多謝譚 Sir 啊，我亦都多謝呢一個提問嘅。好，謝謝這位提問者。絕對係正確嘅，我係好重視。我們很重視社區同埋政府一齊去和政府一起去努力的，因為當然政府係有一個領導嘅作用。當然政府是有領導作用。我哋會帶頭，我們會帶頭鼓動社會嘅力量，鼓動社會的力量。但係最終去解決問題同埋落實解決問題，我哋政府嘅措施。我们的地區發揮的作用是很大的，地區發揮的作用是很大的。地區可以解釋，地區可以解釋政府的政策。第二，地區可以協助政府去推行政策，可以協助政府去推行政策。但更重要嘅，但更重要的是，地區可以為咗地區可以為了地區而令到市民咧係地區可以令市民喺我哋嘅防疫在嘅行動方面咧。在防疫行动方面，充分表现出地区网络在推动整个抗疫工作发挥的效益。在我们派物资包，派物资包，我曾经参与过地区在包好，将物资包包好，然后派发的时候，那种团结，那种力量。所以我的概念就是，将这种力量不但只团结起来，更加系统化。所以我刚才的政纲里面提到，除了增加同地区的联系之外，建立十八区有一个社区的服务和关爱队，我会系统化和恒常化这个网络，确保譬如我无论动员抗议或者不幸有些灾难有处理的话，每一区都知道要动员的时候有多少人，他们的长处和技能在哪里，可以做的事就更有把握。平时当没有这些需要的时候，也都可以做一些关爱的服务，例如照顾长者，例如推动一些慈善的活动。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建立了这个网络，我们的联系和沟通会更加有效，政府也都可以跟社区更加知道社区的需求，社区希望政府做什么更加贴地。但是在社区建立十八区关爱队同我的理念是一致的，我们共同解决问题，同为香港开新篇。多谢。下一条问题是，这个朋友关心房屋，虽然刚才讲了很多房屋怎么处理房屋问题，房屋仍然是香港市民，但房屋仍然是普遍关心的问题。新一届政府怎样着手？新一届政府怎样着手？
房屋问题的确是社会极度关心的问题。在我无论探访不同的人士，又或者是组织，以及收集的意见，房屋占大多数。房屋也都是解决不同问题的钥匙。因为譬如在扶贫方面，公屋的供应对于帮助扶贫有很关键的作用。房屋也都让家庭和谐变得有希望，我们的青年发展因为有安居之所而更加全面。但房屋问题蹉跎了二十多年，蹉跎了二十多年。我们有很多大辩论，我们有很多大辩论，有很多讨论，我们有什么，有很多讨论有什么方案。但我觉得这届政府，但我觉得这届政府应该是执行的时候，应该是执行的时候，方案已经很多了。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必须要履行。所以我的理念就是，所以我的理念是提高政府的，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提速、提速、提效、提效、提量方面，提量方面多做工作。精简程序，精简程序，有效的统筹，有效统筹，就是我所讲，就是我所说的提速、提效、提量，创新思维，创新思维，就是我所说的提早上屋计划，提早上屋计划。所以解决房屋问题，所以解决是我哋可以房屋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必须行动。这也是我建立两个组去跟进工作的理念和目的。我深信，我相信。我带给大家是我带给大家一个有执行能力的政府，一个有执行能力的政府将会在精简程序和统筹工作里面做多点成绩出来，提速、提效、提量方面，让大家见到实际的成果。跟住有人问咧，就话接着有人问，围绕提升香港，围绕提升香港竞争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有什么新的举措？如果大家看到我在政纲里面所说的六个举措，增加香港的竞争力咧。提升香港的竞争力，我相信大家也能看到，在这几个领域都很多同融入大湾区，加强我们香港在这方面的竞争力，已经很清晰了的讲了方向。当然融入大湾区在共不同的领域，在创新科技方面很重要。我们在创新方面除了有很多优势，除了基础研究，将我们的研究转化成为产业，转化成为商品，我们也都是有很好的成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再提升产业化，有完整的产业链。所以大湾区正正是我们香港同深圳以及其他城市共同发展的非常强大的机遇。另外我刚才提到的将香港发展成为文化之都，正是香港，正是大湾区带给我们的机遇。我们利用好大湾区接入国际，香港前途无限。但是帮助不同的人士进入大湾区，特别是青年，我觉得有几点是重要的。第一，提升青年装备自己，有竞争力，让他自己有竞争力，自己有理想，个人的生涯规划，自己对职业生涯规划。再者，我们应该给很多资讯，再者我们也需要给很多资讯，给有需要进入更加了解发展的机遇在哪里，企业当他有疑虑的时候，在哪里寻求到资讯，在大湾区里面，在大湾区里面怎么利用好现有的企业，提供现有的资讯，提供给想进入大湾区的人，这是我们要努力工作，有很多人已经在做，有很多很贴地的方法，正正符合我所说的同为香港开新篇，大家共同帮助不同领域的人发展大湾区。有青年朋友问就业问题，在大湾区怎样可以找到就业的机会，
咁啊，呢度有朋友咧又問到喎。有朋友又問。喺你個綱領裏邊，即係你個理念嗰度咧，在你的理念裡面，其中一個就叫其中一個是以結果為目標。咁佢就問咧，佢話他就問怎樣去平衡程式主義啊，即係程式主義嗰啲咁嘅好繁瑣啲程序嗰啲。很繁琐的程序和以结果为结果为导向之间的关系，对当前部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衔接不畅的问题，有什么解决的思路？多谢谭 Sir， 但系头先讲就业咧，我必须强调。刚才讲了就业，我必须要强调，我们必须要增加本地就业的机会。其实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创新科技中心，正是为了加强我们本地的就业。刚才我所说的，将我们的青年培训成为 STEAM 的人才，正是为了将他的能力配对我们自己香港的一些企业需求的学生资源。我所说的终身学习，终身学习也都是加强每个人的竞争力。香港的就业呢，可以为香港的就业做得更成功，而且整体香港的发展，而且整体香港的发展，新的职位，每一个新的职位，含金量，它的含金量、发展量、元素量都会更多。所以在就业方面，当然大湾区是一个发展的空间，我们要用好。但本地的就业也是需要的。所以在教育方面，在我们整体培训方面都要做好。至于刚才所提及的，我们以结果为目标，同我们所说的程序，是不是有违背呢？绝对不是的。程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确保我们达至一个更为肯定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程序做到应有的结果。但很多程序经过多年来，我们的做事方法改变了，我们市民的期望改变了，怎样与时并进呢？怎样可以优化程序呢？简单来说，我们十多年前都没有人说手机，做事的方式都已经改变了，连这些过时的程序我们都不检讨吗？那香港就不是与时并进。我们相信大家很认同程序，我们一定要符合，但是更加要经常记住，我们要有结果，才能让我们真真正正让社会和市民受惠。另外，刚才我提出的非常重要的，作为政府部门，当然我们要有监管，要确保所有的行业依规依据，这个也都是程序，但是我们也都有责任去做促成者，推进社会工作发展。所以在程序和发展和改善市民的生活没有违背，只不过我们需要与时并进，去检讨有些过时的。我很有信心，如果我成功当选，我们的政府部门会认同在程序方面会做出检讨，因为每一个公务员他参加政府的工作都希望做到成果，让市民感受到他们的工作的确是为了市民的福祉而做出的。所以在理念一致之下，我会对于精简和改善程序而达到结果，我很乐观，而且很有信心。超哥，多谢你。咁咧，本来咧仲有啲问题想问嘅，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咧，我谂我哋就问到呢度啦。咁我哋今日因为时间关系，我问到这里了。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出席。我哋影幅相啦，好嘛？咁难得啊！多谢李生和谭生，请两位到台前就坐。来到这个时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政纲简介会已经圆满结束。我们再一次
感谢各位的出席。参与李家超先生的政纲，大家在离场的时候可以去到我们的登记处，去到领取中文版本的政纲。大家离场的时候可以领取中文版本的宣传单，以及中英文版本的电子版。多谢大家。